直都是在 YouTube 还有部分的影片上面看到其他国家的选手去打这个 GNG 的比赛。那今天我们真正在同一场地跟他们同场竞技的比赛，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跟他们的实力其实那个差距在哪里，我们可以慢慢研究他们的到底在那个 stage 的阅读上面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得到的东西很多，其实拿不拿到这个冠军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最想的就是跟不同国家的选手做一个交流，就是这样。好，感谢香港的选手，加油。まずじゃあ、今回に際して、自分たちで、時間を見つけて準備して攻略して、それをみんなで情報共有して頑張ってきました。気になるチームはやはり地元の台湾のチームです。やっぱり4チーム出る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準備もホームという部分でもプレッシャーもある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やはり G&G の本拠地ということで行く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試合に際してはやる以上は勝ちたいですけど、まずは自分を出したいと、本来練習してきた本来の力を出せ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以上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台日港冠军邀请赛终于来到了最终战冠亚军战了，那就是由我们的绝代天 FS 中队，大家跟大家 say hello， 以及我们的打枪摇摆队武道宪林博跟大家 say hello。 好的啊，其实他们在去年2013年的时候就有正面对决过了，所以今天这一次今年的场地又不一样了，挑战又更大。那我们首先来访问一下 FS 中队好了。好，然后由我们的徐伟选手来代表发言一下。好，你心中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就是去年的戏码要再来上演一次。对，那其实是真的都是可面的对手，大家在这一年的时间大家都做了非常多的练习，那我希望说大家都能拿出自己的最好的表现来争取最好的成绩，谢谢。今天不管谁拿冠军或是亚军，其实大家都付出蛮多的辛苦在为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比赛做准备，那我们会尽全力带给大家最漂亮最完整的一个精彩赛事。赛事，谢谢。好的，好，谢谢我们冠亚军队。Oh, come on, come on.